利用你们接手这只血兔，现在警方通缉的是你们。这只兔子是医学界的奇迹，如果我可以拥有它，它就能带来一大笔财富给我。你们两个实在是太愚蠢了。怎么，你个小胡子，你就是个王八蛋，放了我们。老板，您的兔子到了。就还给你。Thank you.
带走。老板，小孩跑了。兔子在哪里？二人，放开他！医生就没事吗？我就成全你。现在就想听。